哎，吴金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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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东那边有情况，俺哥叫你赶紧去一趟。哎，院长你也在啊？来，徐芳，那边有人崴脚了，要不你也去一趟呗？哎，好的。二哥，你让他把饭吃完行不？哎呀，水莲你就别拦着了，咱哥他们都在那边等着呢。水莲，那你拿。水莲，没事没事，等着我啊，马上回来，等我啊，等着我。 吃个饭咋这么难嘛？我一会儿是就是这块。林总，水生，乔姐，洞里啥情况？掉一点碎石头，可是不像以往塌方那样一直掉，间隔时间挺久了。我进去看了，没什么异常。还是信你，你要是不进去，俺觉得心里不踏实。行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俺陪你吧。不用，我进去就出来啊。哎，小强，崴着脚这老田呢？ 在里边呢，在里面。怎么了？老秦在里面死活都不出来，他在里面一抬就疼，一抬就疼。那李院长，你跟我进去看看。好的，咱们一块去。李院长，等会儿。戴上帽子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注意安全啊！今儿这伙食不错，吃包子啊。行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彦祖呢？ 通水隧洞那儿好像出点事儿，他跟李院长都过去了，饭都没来及吃。啊！哎，老罗，去哪儿啊？不吃饭呀？我听他们说隧洞出点事儿，我去看看啊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隧洞里边有异常。哎，林书记。 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疼啊！哎，老田，哎呦，这样吧，扶他出去，把我晾过的给我再给他看。好，哎，好，慢点，慢点啊。好，哎，吴局长，我来给你检查。谢谢。 别看了，公事好多事儿等着你呢，你这一告别，又耽误了一天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又炸山了，爹，啊，这个生意好像不对啊。爹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我有点放心不下。我过去看看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随后就到。妈，这个先给你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姑娘，慢点儿。知道了。 小吴，李书云，李局长，李院长，快快救人！快！李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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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走！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！大家！大家！快！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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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医生，慢点！李院长，医生，李院长怎么样了？小吴，小吴，念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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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赶快救救！念祖，黑书记已经尽力了。 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你好， 帮我接一下地委与副书记办公室。 于副书记， 我是李明阳， 红旗渠工地 出事了。 什么？ 县医院院长李淑民同志牺牲了，恶性事故，又是恶性事故！我是怎么叮嘱你们的？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！可是你们，于副书记，我和留守在县里的几个同志马上还要去工地，具体情况以后再向您汇报。我和高书记马上过去。
记，高书记也要来。好吧。老高，老高，老于，怎么了？红旗渠工地又出恶性事故了，两名同志牺牲了。老高，红旗渠必须马上停工。高书记、于副书记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咱马上去临县。高书记，刚刚省委方书记打来电话，他也要去红旗渠工地，现在正赶来。好，我们走。这是向荣的入党申请书。我愿意做吴念祖同志的入党介绍人。小吴的箱子，要不要看看？不看了，都是小吴的私人物品，让水莲来处理吧。县委其他人都去工地了，都去了，赶紧去工地。光哭可不中啊，来喝口水啊。爹，念祖哥走的时候饿着肚子，爹，他饿着肚子走的。知道，知道。可是闺女啊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念祖在地下，他也会心疼啊。
哥，你别跪了。如果当时能好好拦着他，不让他进去，他就不会死了。当时洞里的情况谁都不知道，哥，这真不怪你啊。最担心的就是工地的安全问题，一旦出事，林县就是反面典型。可现在还是出事了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玉武书记，我们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可是真是没想到隧洞它突然……你什么态度？是这样，吴念祖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林县水利部门是一重大的损失，我们所有人都很痛心。这个责任是我来承担。你来承担？那牺牲的同志能活回来吗？是，人死不能复生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，要完成牺牲的同志的遗愿，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，把红旗渠继续修下去。你还提红旗渠工程？事故已经发生了，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工程必须停工。吴念祖两位同志的牺牲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善后工作，其他一切事情等开完追悼会再说。对了，那个方书记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在那个吴念祖同志的遗物当中呢，我们发现了这个，上面只有入党申请书五个字，下边都是空白的。小吴是太忙了，没时间写。虽然是空白的，但是我觉得小吴已经用实际行动写满了整页纸。我们报请省委批准小吴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我还有罗昌金同志呢，是他的入党介绍人。林书记，小吴的入党介绍人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如果您没意见的话，我们就追认吴念祖同志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见啥没？啥也没听着。也不知道里边张亮出来没？这俺们以后可咋办呀？现在连无技术员都牺牲了，就算想干，可咋干呀？无技术员牺牲了，就是俺们已经没有了主心骨了。那吴念祖都没了，咱们的工程还怎么进行啊？就俺的意思，咱还不如解散，回家算了呗。
哎，咱都是为了饮水活命，咋好端端的就搭进去这么多条人命呢？师傅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还真得按俺的意思来。解散，回家。你就会说赛了，有点出息行不行？别说。是呀，黄勇，你怎么总说丧气话呢？就是，就跟猪八戒老闹着回高老庄似的。哎，再等等吧。俺只知道，俺本来可以救下念祖，一个大活人，就这么没了。你不要自责了，念祖不希望你这样。老天爷呀，你凭啥要带走念祖？凭啥呀？你凭啥把他带走？凭啥呀？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俺想一个人静静。老高，哎，红旗渠怎么还不停工啊？你不能总是这么没原则的和稀泥。老于啊，我不是和稀泥，这林杰同志的担心呢、啊、真是有点道理。你说如果红旗渠现在停工了，那会给群众思想上造成多么大的压力呀、啊、我们越是在大家压力大的时候越要不能泄气，是不是？那总不能接二连三的死人吧？这回牺牲的是吴念祖，没了吴念祖，他们技术上怎么办？你想想，劳民伤财修了一条渠，水还引不过来，这责任可就大了。这些我都考虑过，不过，咱们必须得尊重临县县委的集体决定。再说了，咱们是不是得先听听方书记的意见？总不能抢在省委的前面过早的下结论吧？啊？暂时停工总可以吧？暂时停工也不要提。怎么就不能提呀？你说，如果要是暂时停工了，会给老百姓造成不能继续修渠的误会。还有啊，这红旗渠要申请国家基本建设项目，你说这个时候停工了，那会是什么影响呢？老于啊，吴念祖同志牺牲了，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暂时停工的局面，你干嘛还大张旗鼓的非要提出来，给他们施加压力呀、啊？反正您就是对林县、对林杰过于纵容了。你，老于，你怎么这么说呀、啊？你看，那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不是，哎，老于，你，林杰啊，我上次就跟你说，如果地委强行让红旗渠停工，省委很可能会同意地委的意见。老所长，我跟您说句心里话，这红旗渠真的是不能停工啊！您想想，当初决定修红旗渠的时候有多大困难啊！啊，现在已经修成这样了，如果停工了，那就是半截子工程啊！那这红旗渠就等于是留在临县上的一道伤疤呀。但
目前的形势加上小吴的牺牲，你们的形势很危险了。是，我们可以干得慢一点，先慢慢干，哪怕是爬也比停下来要强啊。那如果是暂时停工呢？只要一旦停工，这人民群众心里的打击和压力那是无法估量的。那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，嗯，小吴的牺牲谁来扛起红旗渠技术这面旗啊？夜里风大，我怕你着凉，披上点吧。我这就走。小红，还心里太难受。我知道你早就把念祖当成了家人，水生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松，安只知道安是个没用的人，没用的人。你别这么想，他们说念祖走了以后红旗渠怎么修都是个问题。老天爷，你这是要逼死俺啊？要是因为啊念祖牺牲，红旗渠也停工了，俺才是最大的罪人啊！你不能这么想。怎么了？水生，水生，你要对得起念祖，你就要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。要是红旗渠通水了，咱们就在红旗渠的流水边上一起拍张照。正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的水利梦想才能够实现。这个俺也愿意。好主意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，咱们三个合个影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吴念祖，你听到了吗？俺答应你，俺答应你。
之前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送走了九位同志。今天我们同样要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和吴念祖、李树民这两位同志告别。咱们的红旗渠修到今天，我想大家伙心里边都有数。吴念祖同志为红旗渠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在吴念祖同志的遗物当中发现了一封入党申请书。这份入党申请书只有五个字：入党申请书。不是他不想写呀，是他平时太忙了。念祖同志已经用他光荣的一生写完了这篇入党申请书，也完成了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。所以经省委决定追认吴念祖同志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下面我们所有人向这两位同志、两位英雄、两位烈士默哀。
酒。不喝酒，俺就大大小小给你多做了几手，你试试吧。俺给你织了条红围巾，哎，这你不能说也不合适吧？围巾又没有尺码。石莲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忽略你的感受。慧真是我的从前，你才是我的现在和将来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下半辈子就认定你一个人了。答应我吧。二位同志，我们的心情是沉痛的。接下来，更严峻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，那就是红旗渠还要不要继续？对于这条红旗渠，就在今天之前，省委是没有给予有力支持的。当初，省委地委把要不要上马红旗渠的决定权交给了临县县委。临县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，所以红旗渠现在遇到了困难，省委地委是有权利责成临县县委停工的。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尊重临县县委，把红旗渠要不要停工和红旗渠的未来交给临县县委来决定。我建议啊，临县县委认真讨论，科学论证停工怎么善后，开工如何继续，都得要想清楚。林杰啊，这个方书记把决定权交给你们，既不是让你支持你们继续搞下去，也不是要求你们必须停下来，你可不能胡来啊，不能只凭一腔热情，你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来。但你们得想好了，吴念祖不在了，谁顶上来？